昏迷，大路上心荡影子，背着一把木吉他。如今距雨塞高事件也已经过去两个月时间了，直至今日对于他的真实身份依旧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，究竟是被网友们冤枉了，还是说真如网上爆料的那般任何人都无从知晓，并且直到现在李赛高账号依旧是禁言状态。但没想到就在近日，有网友发现李赛高竟然用自己同学的账号偷偷的开启了直播，这也是李赛高在被封杀后的两个多月里首次正面的露脸。当时李赛高依旧是打扮朴素，拿着自己的那个破旧吉他安静的唱歌，但再次回归的他明显感觉不对劲，不仅失去了当初的那种阳光性格，甚至有一种被操控麻木的感觉。而对于李赛高的回归，网友猜疑的同时更多的是震惊，毕竟这两个月网上都爆料他已经没了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一起讨论。爽不爽？我真的是我站起来，我站求求我，我他妈求求你，好。